那你都已经半敲土了，你我告诉你，行行，算算算算。成群结队的青少年，没有，只有成群结队的广场舞阿姨。哎，我这外头这门口算不算小摊老板？修车摊门口这不修车的吗？大哥，你点右边第三个，然后离近一点。右边第三个。右边第三个像小眼镜一样的、哎、呀，然后转一下。往哪转啊？你找。哎呀妈，我这为了赢一题可真难。是不是修车摊？看轮胎了吗？看修车，修摩托车。说实话看不清，傻哥。啊？那轮胎都在地上呢。是吧？啊。好，小摊摊主。我们有摆摊的吗？刚好有。baby 姐，这儿全是小摊老板。哎呀，不容易啊，这个。哎，钟，大笨钟。钟找到了，上海外滩的钟。我也找到钟了。哎呀，找不着。我找到了我的母校，戏剧学院。草原。就是纯草原。坝上草原。小摊老板。有公交车吗？要，好像是，好像还有一个成群结队的年轻人。这不全是年轻人吗？太狠了！火车，我这算火车吧？哪找着火车的？这些人太厉害了！最后三分钟，哎，我也找着钟了，不是北京市火车站啊！你看咱这房子上面的表啊，三分。等会儿，有公交车，看了没？我全都是不轻易截一个图，必须得俩答案以上我才截，知道吗？等会儿，我这找着了，敞篷车。哇，五分题，真的吗？啊，不，这不是吗？这不是吗？什么？哪呢？这个。这停路边这敞篷车摩的呀、摩的算有棚吗？能算吗？有没有棚？你说的是你先说有没有棚。我特别想反驳你，但是我就反驳不了你。我要给你细点，我要给你细点。是不是敞篷车？这真的太牵强了，我觉得我结了啊。敞篷车有了。敞篷车应该去加利福尼亚呀。洛杉矶看完了也行，我找的都高难度的，现在我找孙悟空了啊！孙悟空咋找？这我上哪儿？我得上大唐那边找。孙悟空有点难，太难了。我孙悟空都找到这个什么《西游记》拍摄基地去了，没有。孙悟空，哇，太难了！放弃孙悟空吧，沙爹，不然你这十分钟可能就没了。吴承恩故居应该有孙悟空吧？什么吴承恩真的有吗？人给你放个孙悟空、但人代表作哎，肯定有，是师徒四人。是吗？